那时候就给自己说，你到这段时间如果没有起来，那你可能就需要去转。所以感谢雨薇，就是让我好像有点拉一点尾盘起来，希望能够继续往上爬这样子。林金伦靠雨薇拉尾盘，单身十年自己解决。我只是关心你两句，然后你就全部说给我听。哎，你自己也是媒体的，你应该也知道，这么好的独家我怎么往外推啊？林金伦在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饰演片独家的渣男学长，让观众们啃得牙痒痒啊！但现实中的他其实……看到终点了吗？那是肌肉是不是很诱人？口水都流出来了啦！我进这一行之后，我发现，既然演技不如人，我的身高不如人，长相可能也不如人，那我既然就用身材取胜好了。其实接楼下房客，算是我第一部电影，然后就直接接这么大尺度，我觉得你与其这边扭扭捏捏，你不如就直接放开，该利用的时候利用，就没什么好害羞。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身材变好？大学。在变好之后，桃花运有变好？多多少少有，去露天游泳池游泳，因为那边比较多男同志。然后我朋友就说，形容他们像一群海狗，就是把他趴在地板上，然后看我走过来，全部就坐起来这样。有一次我被搭讪是在信义区，有一次看电影的时候，然后有一个男生把他问我说，哎，我有个朋友很想认识你，可不可以跟你要电话？然后我说，哎，不好意思，不方便。就是他跑了第三次，然后跟我说，哦，对不起啊，其实是我要想要跟你要电话。我蛮妙的是我主动想追都追不到，相反的，人家喜欢我，我可能都不喜欢这样子。我曾经他直接说，我不想伤你的心，但我可以明确跟你讲，我之间不可能这样。我就啊，超垂心肝的。所以你现在有交往？现在没有，现在没有。单身很久了？就是暧昧不算的话，应该有十年。十年。真的很久，你是无性生活的，无性生殖的那种当然是可以自己解决啊。娱乐动新闻，彼女もできず右手が恋人で終わるなんて、そんなくらい青春嫌すぎる。报道。苹果的新闻是记者自己跑出来的，支持他跑得更好更快，属于你的媒体，苹果新闻网。